你有去过 Garrick 的话，就一定会看到好像金字塔那样的两座山峰，这两座山峰就是 Garrick 的地标，形影不离的他们总是被当地人称为公婆山。较高的一座是 Gunung Kenderung， 也被称为阿公山，较矮的一座就是 Gunung Kerunai， 也就是阿婆山啦。由于这两座山峰的名字都由 K 字开头，因此也被称为 K2 峰 Puncak K2， 或者是霹雳双峰 The Twin Peaks of Para。 据说阿公山呢，两年前遭到火灾的侵蚀，目前呢是在关闭的情况，不能进行任何登山活动，所以呢这次我们也只是来挑战阿婆山，而且是以露营的方式来进行。你看大家现在忙着把背包都搬上越野车，因为等一下我们就要坐这辆车去山脚啦。在哪里？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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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我已经好久没有 camping 了，三年前最后一次是2019年。对啊，哎，看我前面的小姐姐，哇，她的背包你猜多少 kilo？ 这不是小姐姐啊，大姐姐来的。小姐姐来的，好恐怖啊，她的背包。Hello， 看我的猜。9kg 而已，前面的小姐姐是26啊，26kg，差不多27。我已经很久没有 camping 了，上一次已经是2019年的印尼火山嘛 ，Semeru。现在呢开放了过后呢，朋友就叫我来 camping。今天要爬的是在 Garrick 的 Gunung Kerunai， 他们叫做婆婆山，因为隔壁还有一座山叫做 Gunung Kenderung。他们叫做公公山，然后你在平地看的时候呢，他们是两座平地而起的尖尖的两座山，好像两公婆一样，所以他们就叫做公婆山。但是呢，因为听说之前古东好像被火烧还是什么的，所以现在是关闭着，还不能爬狗，不开放狗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是来爬可鲁奈婆婆山而已。你看我为什么这样喘？因为我的背包大概有9.5公斤，太久没有负重了，9.5真的是很重一下。然后现在是在上斜坡讲话，几斜呀、啊？给你们看一下哈、啊。可以没问题。地上有很多碎石头。对，左手要很小心。是啊，去看上面的路。对，如果上面的家伙踢石头下来敲到我嘞，我就很痛了。头顶。哦。啊。好了。谢了。哇哦，专心爬山了。等下再跟你们分享更多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这里是其中一个 viewpoint。阿拉达玛嘎，等把你打的。阿拉达玛打是你打的。viewpoint 上去，哇，够够转墙啊！这个就是红树，那边还有云海，漂亮。继续走吧。这一片好像是红树林，叫那个树都是红红的呢。Kerunai checkpoint。过了 checkpoint 1的路就比较好走了，也比较多平路。咦，怎么？拍照？
刚才那一段斜坡真的是有点吃力啊，如果是轻装上来的话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背着将近10kg，哇，很过瘾很过瘾，看我已经暴汗到衣服都湿完了。哦，这边还有点点景色，现在是下午5点多这样，继续继续，还有大概2公里的路。这座山虽然不高，只有1000米，但是很难走，是因为除了它斜之外，它很多路都是这种碎石头，所以那走走就会滑，它就会比较吃力一点。今天我们的路线呢是做 trans 的意思就是 A 进口径，从 A 进，然后再从 B 出，就是没有回头路的。所以这一路上看到什么就尽量拍，因为就不会再重复走同一条路线了。哦 ，checkpoint 2。itu puncak kah kerunai? itu kan? cantik.掉地，这边踢20头下去的。嗯，够力哦！你看上面，啊，脚都软了。这边开始有水晶山的 view 啊，看这些石头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嗨，等等。如果不是因为负重的话，厉害的话应该很快就可以上到山顶了啦。我们现在走了1小时40分，加上拍照的时间。Checkpoint 3，哒当 ！Checkpoint 3，表示要到山顶不远了，继续走啦。Oops， 哒当！我是用手机没有错，那个 GoPro 在这边。我是用夹子来夹着的，然后我就懒得拆进拆出嘞，就用手机拍一下啦。看我后面的风景，漂亮吧？值得来，值得来，值得来。我们看那个山形呢，就知道它是尖尖的，所以呢，不用看地图也知道嘞，它就是一直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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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上啦。所以这一路走来呢，基本上很多都是斜坡，好美啊！这是我的私人波特，你看它的 bag 像不像波特的 bag？ 有没有注意到它的 raincoat 是什么？背包的 rain cover， 垃圾袋啊！用垃圾袋当 rain cover 啊！有人忘记带 rain cover 来啊！好彩没有下雨啊！呸呸呸呸呸！一路上的树呢，都会看到这种反光条，所以基本上是 mark 进来的，不会走错路的。然后晚上灯照的时候呢，它有 reflection。OK。对啊，刚才讲我们在爬这古努可鲁奈是婆婆山，是不是？对面就是。古弄肯德隆阿公山呐、啊，阿公山。
这边真的是处处是美景啊，每到一个地方呢就可以看到一些这样漂亮的风景，太漂亮了。刚才下雨的时候还担心上山的时候会下雨，结果我们上山的时候雨停了，可是看这样的情况，我相信明天的云海应该会很漂亮，期待期待。哇，一整个都是猪笼草哦，小小的品种，这个很可爱，有白边的，看到吗，很像羊角豆，长长的，它的品种 Perugra。半岛江只有两分钟。OK， 最后一个 step 啊，加油啊！嘿嘿，斯拉玛达当，古隆克鲁奈，我听到山顶有人讲话了 ，Let's go, let's go。哇，好美，真的，山顶，哇，山顶，到山顶了，找地方 parking 先。哇，山顶，哦，哇，很大啊这边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可以走到后面去，哇，哦，啊，好美啊。这边是布隆克鲁奈，后面还有一点路。OK， 好了，我要找地方 parking。我的哥，开个刀手嚟的哥，慢少少，慢少少，影唔切啦，影唔切啦，镜头追唔到啊！这是什么？番石榴。番石榴啊，开始搞。哦 ，Thank you。这个，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带什么？咖喱鸡，咖喱鸡，咖喱鸡，哇，这样子拖上来刚才。好，我都想要。最重要，等下到了，我拍了这种拍针。哎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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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知道了看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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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这个是碗碗，峰哥你没有带食物啊？我没有带。哇，你看它走光哎，
今日瞓唔到嚟上镜，今日曝光都曝光。嗨，今日嚟到时，咦？喂，彪，好可怜啊，这个。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冲的时候是最好的，今天没有风很难装的，所以你要跑快一点。你在原地转圈圈，你在原地转圈圈。十多块我觉得可以买，又不重哦。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哦，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查看最新内容啦。有没有看到这样子一粒金蛋黄？现在我们开始下山了，下山的时候会一直看到阿公山在右手边。虽然过了一晚背包有轻了一点，但是下山的路也是很多石子路，所以走的时候也要很小心。挺梦幻哦，太美了太美了，公山看不到了，公山的顶在这边，阿公山，然后这个就是阿婆山，阿婆山。猴子叫虎，waterfall 哎，阿公山的 waterfall。看那边有地边，嗯，是哦。哇，走在云海之上，太美了。啊，云海，哎呦。后面就是云海，高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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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湾高背。啊！够糟了。那边好像糟了。嗯。哎，哦。考到了，考到了！哇，穿过一片竹林就要到了。
喂喂，好似哇，高度之快，你看几个咩啊？打督啊，唔知边度入咗，你都唔会入去。打督，看这个几开心，笑到来。切，老公开心吗？开心吗，老公？